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今天我们要去产检，昨天终于把车提回来了。放 4S 店修了快个把月了，然后出门都靠走。小胖真的终于把车提回来。今天我们去产检，今天是37周了，我可能检查的项目有点多，然后现在去看看今天应该会做 B 超，会评估一下宝宝有多重了。到时候就不是上次有人问吗？说你宝宝有多重了？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们了。现在准备走了。昨天在医院就没有拍视频了，然后现在来给大家报告一下结果，因为还有结果没出来。昨天查的还挺多的，昨天就检查费都1000，刚好破了1000，1007块钱。检查了就是做了我的彩超，就是什么肝胆脾心脏胰腺双肾的彩超，然后还有宝宝的彩超。还有那个，血管的，就是血管的那个彩超，就是还做了一个 B 族链球菌的那个检查，还做了胎监，还有普通的产科检查，就总共花费是1007块钱。但是那个 B 族链球菌的那个结果今天都还没有出来，可能要下周一了。我本来想着以为今天一起出来的话就可以一起说嘛，但是没有出来。我检查的这些像这些腹部脏器啊，然后心脏的彩超呀，我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像到了这个时候，基本上要是产前，反正就是或者30多周以后，基本上都要重新检查一次。我记得这个是在我孕早期的时候，孕初期检查过一次，然后医生说到这个时候又要检查一次。我觉得这我心想，这不是重复花钱吗？不过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还有血管的那个彩超也没有任何问题，然后主要是那个宝宝的，你们想知道宝宝现在多重了吗？因为上一次有评论就是在问说，小婷宝宝有多重了？我现在特别慌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听到医生说宝宝有多重的时候，我特别慌。现在的那个胎儿的估重是3169克。正负463克，如果是正463克，就7斤多了哟，好吓人！而且这个也不是特别准的。我今天看了好多那种，就是估重可能六七斤，然后生下来还要大于1-2斤的，我现在有点慌，因为顺产的话，医生是说顺产宝宝在6斤多是最好的，就是对大人对小孩都好一些。但是我这才37周加是吧？有点慌。如果说要过了预产期之后再生的话，那他这3周还不止得长2-3斤啊？因为我记得我30周检查的时候才3斤多，然后现在才37周，其实才过了1个多月。一个半月的样子吧，我对比了一下那个，结果的出来的时间，才1个半月的样子，长了3-4斤，有点吓人。还有就是宝宝的双眼径已经到93了，要是超过100的话，我觉得生产的几率就特别小了。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就是30周做四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双眼径是80，我就觉得有点慌。然后这才过了1个多月就93了，现在瑟瑟发抖。小胖一看到结果之后，他跟我说的说，你现在要少吃点了，你再这样吃下去，你真不怕你崽长不到10斤啊？到时候你自己痛苦嘞！我现在慌得很。其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就是说宝宝的彩超呀，还有我自己的彩超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虽然我这个37周加，但是胎盘的成熟度已经是2级加了，这个是需要注意的，其他没有什么。然后昨天在 B 超室其实闹了一个，还闹了一个乌龙，就是当时的那个我听着那个医生说是3169克嘛，然后他给我打出来的报告是3619。我说我明明听着他说了，然后那个实习的那个医生可能没听清楚，就顺手打了3619，然后我又让他回去改，就是这个报告还是改过一次的报告。
要是3619那就更慌了，那就直接是7斤多了是吧，好吓人。其他的话就就两张单子，就画了还有一个那个 B 组链球菌的那个结果没出来，就1000多嘞。我算了算，就是我现在的话总共的产检费用应该有4000-5000了吧，有那么多了。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无创嘛，无创是1500，无创说1500可以报销个500，那是那个500我问了，他说还没那么快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报销下来。这但是现在是这里是看不到宝宝的那个状态了，不像那个四维看得很清楚了。其他是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就是已经足月了嘛，就是相当于是准备随时待产。就是看宝宝想什么时候出来了，然后过两天我还要去拿那个 B 组链球菌的那个结果，因为下周一样要检查嘛，因为37周以后都是每周检查一次了，因为要检查看你什么时候生嘛，还要评估生产方式各种的。就是昨天的胎监也不是特别好，可能是因为我太饿了，早上去的时候没吃东西，检查完都12:30了，我都差点饿晕了。所以那个胎监结果也不太好，其他倒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开始各种清洗宝宝的就是衣物啊什么的东西了，因为害怕他随时出来嘛，到时候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好，其实我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。